繁体字，繁体字会怎么样？哇，你看神老有智慧哦，你看一个字啊，给人的感受不一样，所以讲话要不要学习？啊，假如说正体字，哇，我要学，一定要学正统的。哦，你说正体字啊，要学正统的。就跟对方提醒了啊，是正体字，哦，不是繁体字，哦，那这个，沈老师啊，当时候已经90多岁了啊，还亲自啊弹风琴啊，带我们唱抗日爱国歌曲，哦，你看这些老一辈的人都是。时时心里都是忠孝啊，难怪他的父亲给他老人家取名字叫木羽，仰慕关羽啊。关羽是忠义的代表好，那这个曾子说"传不习乎"，老师教的有没有温习，有没有落实呢？那这个要问自己了。这个诸位，这几年过年了，已经初三了哦。从除夕到现在啊，你有没有在跟亲戚朋友交流的时候想到老和尚教的教诲？有没有？还是都吃吃喝喝都忘记了？哎，亲人聚会呀，难不难得？对呀，你一年这个春节才聚一次呢，这么难得的缘，就吃吃喝喝就吃掉了，可不可惜？哦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喽，啊，应该要落实《无量寿经》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。哎，我看你们好像没有开法会哦，看你们眼睛都没有反应呢。哎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呢。你聚在一起谈话，没有谈佛法，会谈什么？谈世间轮回兴造轮回业呢？我安尼功夫拢退倒转去啊！我讲的闽南话不是很标准吗？标准啊！哎，大家要知道啊。李炳南老师说啊，这个以前他们办大专营啊，哎，7天的课啊，2、3个礼拜的课，看一场电影就还回去了。哇，大家一看啊，我们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，结果过年 happy 好几天，现在到哪里去了？哎。哎，功夫能不能提升？关键在哪？不能间断。你心中要有佛法啊，哪怕一起吃年夜饭，心中要有佛法啊，要去关心每一个家人呐。现在这个时代活着容不容易啊？人假如没有遇到佛法，他每天遇到那么多人跟事啊，他又想不明白，会不会放在心上？哎，一天就可以放不少事在心上了，是吧？那假如一年呢，都没有处理，会怎么样？会得忧郁症呢？哎，现在忧郁症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哦。所以那么难得聚会的时候啊，要关心彼此啊。现在的人不闻法了，心有千千结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诸位仁者，你们家里的经念得怎么样？很难念哦。
哎，要有信心哦，有佛法就有办法。对呀，佛法是觉悟之法。好，我给大家做个比喻哦，大家要有信心，没有任何问题解决不了。你们相信吗？尽量给。啊，你们是现在在我面前有信心啊？真的遇到问题了，那个逃避的习惯又出现了。哦，强者先谦哦。哦，有一个同修，他说我这样念佛好像不能专心啊。我可不可以念佛的时候想着这个佛号从我的心脏出来？哦，他这么问我。啊，我说我好像没有从经上跟祖师。教诲里面听说念佛要从心脏出来，我们修行啊，爱看老实的啦，卖修康修方啊，老实一点啦、啊，不要自己创很多东西啦，拜托一下啦、啊。佛经里面说执持名号啦、摄耳谛听啊，耳朵听得清楚啊，念佛念得清楚。不要，还要加一个从心脏出来，哎，哦，结果呢？另外一个同修说，我有一个朋友说啊，他要从鼻子，他观想从鼻子，后来他鼻子就不通了，哎，啊，我们呢，这个修行的过程呢？我们说，从根本修，从起心动念处修。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师说，修行就是改心。你要能在境界当中啊，看到自己心是什么状态，这样才能有自知之明哦。哎，现在念佛，念的。不得力的，要把不得力的原因找出来，而不是又自己去想一个，想一套出来哎，我们面对事哦，也有习惯哦。你的习惯是迎难而上，还是习惯往后退？哎，请问这个？遇到事情会往后退啊，在修行上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心态？会有，我的心在哪里？心在遇到缘就会起作用。一个退缩的人，你面对孩子教育，你会往后退哦。啊，你面对工作挑战，你会往后退哦。你连修行也会往后退哦。这修行是改心，是改性格哦。你要面对的是，我念的时候为什么念不住？我要把原因找出来啊！啊，念的时候为什么念不住？妄念很多啊，什么妄念？担心未来。那这个你要放得下，所以听经读经很重要。听经明理，啊，我们可以用佛法彻法圆底的这些教理呀，来调伏自己的心念，哎，深信因果了，会不会担心未来？慢慢不担心了，因为未来怎么样是我现在决定的，预知将来结果，只问。现在功夫，哎，为什么常常想过去的事？这在念佛的时候都会冒出来，你怎么让它减少？啊，用佛法的真理调伏我们的这些妄念，
过去的事一直在心里面呢，旧事呢还放不下，还有不甘心，还有懊悔，不能不甘心了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所以，深信因果重不重要？你真的一直熏习，哎，你深信因果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烦恼，你慢慢就放得下要多听经，用经教调伏自己的妄想，而不是不去突破它，又想另外想一个。哎，从心脏练出来。好，所以人要在你面对境界的时候认识自己哦。修行人要当个明白人，不能稀里糊涂的。哦，我们有一个同修，他说我反省过去，我很容易呀。对孩子发脾气，对外人呢，反而我不会发脾气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比较容易对外人发脾气，还是对自己人发脾气？哪样呢？哎，自己人常常照顾我们呢，爱护我们呢，这样我们有没有一点颠倒？是吧？爱护我们的人，我们常常给他们发脾气了，反而外人我们不容易发脾气了。那这个原因要不要找出来？原因没有找出来，哎，我怎么又来了？我说修行不能粗心大意哦，关照自己的心念要越来越敏锐，在哪里关呢？在。境界当中，比方说你对孩子快要忍不住了，你要关照自己当下那一念是什么状态，从心源隐微处啊，就关照，看自己要看得深哦，不能看得很表浅他说我。劝孩子一次，劝孩子两次，第三次啊，我可能就忍不住要发脾气了。那代表什么？这个心有，我劝你一次喽，我劝你两次喽，哎，有没有找到原因了？我们劝完留在哪里？留在心里了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你留着了。突然，因为你留在心上了，你就会有一种要求。我已经劝你好几次了，你再这样我受不了了。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哦。大家注意听这句话。我的忍耐是有底线的，重点在哪？我，哎，假如没有我了，那不就没有底线了吗？是吧？对呀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我执是烦恼的根源，所以我们看自己内心看得越深了，烦恼不干别人的事情，不干境界的事，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有这个执着，外面只是一个缘，真正的因不在外面。举一个例子。新加坡有一对夫妻感情不错，
啊，这个先生呢很佩服太太，说我这一生最幸运的就娶到这个太太，我的母亲，错怪他了，他还跪下来道歉。哎，我当时是听他们现场讲的，我就问这个在场的女同胞，我说你的婆婆啊，错怪你了，然后你还跪下来道歉，做不做得到？他说错怪我，我不生气已经很好了，还跪下来，哦，那。我们从这个相上看呢，很难。但是这个女士说不会，一点都不难。哦，因为婆婆帮我照顾这个家庭，还带小孩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哦，我看老人家生气了，怕她伤了身了，我赶紧跪下来，她气就下来了。念头在哪？在婆婆，不在自己，所以我们会生气，是因为我们念头在哪？在我，这个才能把脾气从根上把它去除掉。而且我们越熏经教，我们清楚轮回就是这个我造成的，要不要去掉它？要不要把它放淡？哇，你心心念念就想着我不能搞轮回了，就是这个我执害的了。你一关照到了，你就愿意放下它。怕的是关照不到。没有修行人想跟自己的道业过不去的。好不容易遇到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呢。此生不将今生度啊，更待何时？度此生，好，所以我们呢，心上呢，常常不要放我一次喽，我劝你两次喽，要不要放这个？不要了，放什么？放南无阿弥陀佛。哎，我对你很好呢，我付出好多次了，要不要放这个？很多人后来闹翻了，就是这样啊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这样？哎，以前的事情你不处理好哦，会影响你的心哦。大家有没有观察到，你有时候偶尔想起前几年的事啊，这个心还会有点闷闷的，会不会？那代表你过去的事没有整理好，你还没有把它转成菩提，它还是烦恼，它还留在心中。哦，所以我们迎接龙年，龙年是要飞上天去了啊，不要心事一大堆，要往上提升了啊，你心事一大堆啊，都把你往下拽了。整理整理好，不只是过去一年了，这人生走过的几十年了，好好总结总结，啊，轻装上阵。我遇到一个同修啊，我看他的脸呢，就觉得呢，他不是很放得开。我有一天就跟他说了，这个你好像跟人家交朋友啊，不容易深交啊。他一开始还说会吗？我跟谁谁谁都不错啊。我说但还没有到交心。哦，他听我这么一说要交心呢，他就讲了一件往事啊，他已经20多岁了。他说：“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用现在的话叫闺蜜，
啊，哎，要佛法要现代化啊，对呀，你讲现代化啊，还有本土化，本土化呢？啊，你在马六甲讲，常常就要提榴莲，这个叫本土化。哦，你假如谈到水果，你不讲榴莲，人家会不高兴的。这个要恒顺众生。哦，我讲过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嘛，哈，一个人很喜欢吃水果嘛，喜欢到无价嘴也错。是吧？哦，没有吃睡不着觉，还要去把人家这个水果店老板挖起来才行。啊，结果后来他学佛很精进啊，念佛很用功，念到啊，虚空都是阿弥陀佛。这个时候突然眼前一盘水果出现了，你看有境界哦。他一看到水果，想都没想，手就要去拿。马上阿弥陀佛都不见了，他说娑婆有一爱之不清，临终被此爱所牵。我有遇过那个，一看到榴莲眼睛放光，然后饭都不吃了，只吃榴莲。哦，所以诸位同修，你们要练一个功夫，叫吃而无吃。无吃而吃，哦，你吃的时候贪念一直增长啊，那麻烦了，所以请问吃东西是不是修行？吃东西是不是道场？是啊，你会吃的话，你的感恩心、道心就在吃东西的时候提升了。哦，你看吃的榴莲，哎呀，马来西亚这个榴莲。真不容易你看种那么久才有的吃好，我吃了跟这个地方有缘，等下来多讲几堂课，是吧？哎，那你这个吃榴莲在增长感恩心了，在跟大众结法缘呢。你假如吃了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好吃哎呀，怎么才带这么少来啊？那种。完蛋了！哦，这个，哎，不进则退啊。什么时候会有进退？道心会有进退。你在每个境界，你没有提起正念，没有提起感恩心，就往后退了。哦，所以请问大家，顺境好修还是逆境好修？逆境好修，为什么？考试来了，你警觉性高。顺境呢，享福报，温水煮青蛙，慢慢你就享福报去了，道心警觉性不足了。好，那这个同修啊，他是提到了小学6年级的事所以我为什么可以判断？他不能跟人家深交，因为他的脸上还是有忧郁。其实啊，每一个人脸上有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？有哦。哎，你看这个人笑眯眯，他就是心上没有放什么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他心上都放好事情。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曾经遇到一个种有机的德国人不是英国人，他交了一个德国的女朋友，70岁了，结果我跟他聊天呢，我一看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哦，什么时候走不一定了。哦，所以既然跟他有机会聊了，我就跟他聊。人有过去生，那人有过去生，代表就有什么未来世了。我希望他能思考这个问题
哦，我使出浑身解数啊，讲了好几个故事啊，就是记得前世的故事，这个都科学家研究的。哇，这个老先生很有意思啊，我每讲完一个故事，他就说，可能是巧合。哦，我一看，连续讲了两三个，他还是可能是巧合。这个时候不能攀援哈。哎，先停下来了。哦，人家还不算是很愿意接受，你讲越多，到时候反效果了。好，不能好讲。哎，等我停下来了，换他说话了。他说：“人很奇怪哦，我活到70岁了，怎么我一想过去的事都是不好的事？明明我以前也有很多。”开心的事，怎么我一想就是不高兴的事？哎，所以老和尚有劝我们了，啊，不要把垃圾啊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啊，心中要放好事，要放佛号，不要放不愉快的，啊，新的一年来了，不能只有。这个窗户要擦哈，地上要擦，哪里还要擦？这个心要擦一擦了哈。哎，过去的垃圾要把它丢掉了。哦，那这个啊，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这个朋友交情很好，后来因为发生一件事啊，两个人就不再交往了。哦，然后他说啊，他觉得他受伤了。哎，一个人觉得受伤的时候啊，他的心有没有恢复到正常状况？好，那请问这个伤，假如没有去治疗，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还在滴血？对呀。哎，大家不要觉得事情过了就过了哦。不一定哦，他有可能还一直在影响你的心情，影响他这十几年的人际关系。所以这个人要经一事长一智，不能经一事啊，反而长了一个怕，怕交朋友。怕跟人家深交，那这个就是经历事之后啊，没有增长智慧，没有增长见识，增长了什么？烦恼。所以这个修行人啊，要在境界当中是增长自己的智慧。阅历，比方说你交朋友出现这个情况，要总结，问题出在哪？啊，哪怕自己有错了，下一次不要再犯，你也增长经验了。而且有时候难在哪？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啊，两方都不觉得有错，就不去道歉。啊，可能两方都觉得受伤了，那其实彼此都障碍对方的人生哦，都有可能哦。哦，而且人与人相处啊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所以往往我们那个心结呀，是不是可以首先反思一下，我有没有错？有可能呢，你这么一想啊，这个对对方的这个情绪就会往下降了。人就是一直觉得都是对方错啊，你那个情绪脾气才下不来。所以反省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。哦，哪怕说实在，真的都是对方错。
这个情况不是太多了啊，一般都是互相都有错，那错多错少，那请问大家，假如对方错8分，你错2分，要怎么办？那你去批评他的8分，他会怎么做？他批评你的2分哦。那我要反省我的2分啊，我不甘愿，不甘愿，他错的多，我错的少，哎，人生不要太计较了，计较的人哦，心里常常都是纠结的，那真的是跟自己过不去了，首先不是跟别人过不去了，跟自己过不去了。常会计较，就是我们的心量没有办法怎么样打开心量扩宽，量大福才会大，所以老祖先提醒我们，吃亏是福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哇，这个开悟了，看得破，吃亏就是占便宜了。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了，也没有占便宜的事情了。这些事想明白了，理得心安，人欠你呀，天会还你的，不要去计较。那互相都有错。假如真的出现了，完全是对方错，你都没有错，但是你这个心上的石头总要放下来吧。因果这一法很好用，因为预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这是，你刚好前世对不起他，他来讨这个债，你明白这个真相，你就宽心了。好，所以修行人呢，最重要的要修心地清净，把心呢要整理的干干净净的，不要放这些东西。那刚刚跟大家说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啊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啊？大家声音很大你看，我们做一个比喻，你生病了。你遇到一个高明的医生，把病因找到了，对症下药，你的身体铁定慢慢怎么样，变好了。只要找对原因了，病就会慢慢好。这是身体哦，心理呢，一样。所以没有不能解决的心理问题，也没有不能解决的人事问题。只要我们找到问题出在哪了，你能从因上去改善，事情不会恶化，会慢慢变好。所以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。问题是这个不好的因，我们不知道，还一直在造那个不好的因，那当然问题就不能改善了。所以啊，万法因缘所生。会有这个结果，一定有它的因跟缘。我们要懂得观察事情，因出在哪，缘出在哪，把因缘改善，事情都能变好不是很复杂。那刚刚也跟大家有提到这个我们这几天这个道心。有没有退转？你心中要有佛法，不会退转。你看我们过年见到人都是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你看老和尚连这个都教我。这个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是祝福，是吧？
祝福，这是一种善念。但是呢，你人世间离不开两个字，叫因果。请问要怎么发财？那财布施得财富啊！啊，你要懂得布施啊！啊，哎呀，要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啊，你在念新年快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极乐世界？啊，不要忘了啊！哎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你看，我们古人说和平安乐，你的心不安怎么快乐？可是呢，你要先和，要跟人家和，家和万事兴。你要懂得去爱人、尊重人，种这个因就得仁爱人敬的果。所以人生的快乐也是修因得果啊！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你看，师父过年都在用佛法供养我们哦。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。你要诸恶莫作，就能岁岁平安了。众善奉行，年年如意。哦，所以我们过年都送橘子啊，这是吉祥。啊，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，就会很吉祥了。啊，所以你送橘子的时候，顺便送几句法语，好不好？对呀，用法，诸供养中。法供养为最啊！你这个因果的观念，假如一个人不懂啊，他就一直在那里患得患失，他就一直想求，哎呀，我很想求有钱，他又不知道修因，他就会很痛苦啊！你明白你就会如理如法去求，好。那我们上一次啊，进入啊，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，啊，我们前面谈的是心的根本，五心，啊，菩提心，啊，是根本，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你有菩提心，你有真心。会落实在实际的言行里面，心行一如。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很慈悲啊，结果人家该帮忙的时候你都没去帮忙，这个慈悲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是自我感觉良好了。你真的有慈悲会体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体现出来呢，啊，老和尚提了五个行门。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、普贤、十愿，好，大家这几天过年了，这个普贤十愿有没有冒自然提起来？啊，哎，看到亲戚朋友有没有礼敬诸佛？啊，还是看到某一个人，我最不想看到他。那就没有礼敬诸佛，哎，那还要整理整理心里面的状况。哦，我遇到一个同修，哎呀，每一次过年我就开始紧张为什么呢？又要见我婆婆了，那她不是惊一事长一怕了吗？这个时候就要关照自己的心了。我为什么会怕？因为我心里面落了很多印象，落了不好的印象了。哎呀，婆婆那一次讲话，这个让我很难受
这些都要清掉，要放好的，念恩，要念恩，忘怨，把怨要放掉，所以人呢，要先学自爱，要爱自己，心里面常常藏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呀，是不是自爱？不是的，自爱才能爱人哦。那礼敬诸佛，来称赞如来，亲戚朋友相见的时候，要多称赞人家的优点、付出，这几天练得怎么样？我这个人嘴巴就是不甜呢，修行人不能常常给自己台阶下哦，要鞭策自己。依教奉行，广修供养。哎，我见到亲戚朋友有没有这种想利益他的心，帮助他的心？哦，这佛法就是生活，普贤行就是生活了。好，那这个五个行门呢？我们上一次已经进入这个。六度，菩萨六度万恨，第一条啊，布施，布施呢，你看佛法都是对治，对治习气，这个对治的功夫啊，要自己下哦，那佛菩萨帮不上我们了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是放下悭贪，持戒是放下恶业，放下恶业是持戒，这个心里头啊没有贪心，对于世出世间法没有贪心，没有悭吝心，所以连佛法都不能贪哈。贪多嚼不烂，你吸收不了啊！今天东听听西听听哦，都入不了心啊！以我们现在的根性啊，老和尚的一个小时的开示啊，请问大家1个小时里面有几个重点？不少吧？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实验哦，比方说你听老和尚一片光碟，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你听第一遍，你问问自己，我记得哪些重点？你再听第二遍，你会觉得，哎，我刚刚怎么忽略了这些地方？你再听第三遍，你会觉得，哇！越理解越深入了，看到的重点越多了，所以你听一次能吸收20%-30%，不错了。所以不能只有一次，一次啊，很可能就是走马看花。好，所以不能贪多啊，要重复听啊，深入它。甚至要把它听透，道理听透了，进一步啊，解行相应。你听透了只是解，进一步要去落实它，去行。解行相应啊，我们的境界就往上提升了。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记住啊，学佛的功夫是放下，不是换对象。比方说我们贪世间的东西了，结果换佛法也贪世间，哎，有没有可能人世间情执很重啊？哎，学了佛法也用情执在对佛法，会有。有一个同修问我，
这个我以前都是读《地藏经读了好一段时间了。哎，可是我现在听老和尚讲经啊，就觉得应该把它换成《无量寿经》，可是我放不下。啊，我说你是不是会觉得对不起地藏菩萨？他说对呀，你看，这是不是他感情在起作用？对呀，哎，人的情执会换对象呢。哇，你看对地藏王菩萨也用感情在对待了。啊，你换无量寿经，地藏菩萨给你比这一支赞。哦，当然，你要继续啊，深入《地藏经》是可以的，因为《地藏经》是什么？大乘经。你好好落实《地藏经》了，啊，以修持的功德回向极乐世界，还是可以往生的。啊，那大乘佛法，那个。阿弥陀佛啊，在这个第啊，在《无量寿经》第24品就有提到了，阿弥陀佛心量很大的了啊。若有众生住大乘者，就是修大乘佛法啊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就是他把修学功德都求生回向极乐世界，都能往生的。但是你不要是感情在起作用，啊，你很明白，哎，我要修这一部《地藏经》，要深入去落实，是可以的，啊，而且你把孝亲尊师表出来了，哇，你功德无量啊，啊，那当然平常也都是以念佛为正行，啊，哎，无量，哎，这个《地藏经》。啊，这帮助我们呢，积功累德，都是助行，正助双修啊。啊，这贪心不能换对象，情执也不能换对象啊。啊，心里头啊，没有贪心啊，而且啊，自己有的肯帮助别人。啊，毫无保留啊，帮助别人。啊，我有财物，用财物帮助别人；我有能力，用能力帮助别人；我有智慧，用智慧帮助别人。请问大家这几天有没有用智慧帮助别人？哦，哎，我们随着这个老和尚的开示，要随文入观呢。而且这里是毫无保留啊，帮助别人。请问老和尚为什么要说毫无保留？因为你有保留，就有什么？我啊，我要剩一点，那个我还在。修行要彻底放下，就要练的。当然一开始也不一定能马上全部放下了。啊，慢慢放。一开始呢，自己用不上的东西送给别人，啊，再来慢慢练哈，自己喜欢的也可以送给别人。再练呢，自己只有这一样，别人需要给他，哦，慢慢就练成了。哦，有一个过程啊，但是你也不能是激动啊，毫无保留。好，我的存款全部拿出去，结果你太太尖叫，啊，搞得你们家不和，这个都变成激动了哦。要能关照到，因为我们有本分，不能一激动了自己本分忘了，你还有照顾老人、照顾小孩的责任呢，照顾家庭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道义。我觉得很多修行的人哦，
这都用激动在修行啊，不是用愿力在修行，不是用道义在修行。无情不能修道，这个就是情义，有情义能修道。啊，所以激动也不能换对象。啊，还没学佛以前就很容易激动，学了佛了还是这么激动。哦，有一个同学问我说：“哦，我学了之后我很拼啊，哦，积极听经念佛，可是后来呢，退了，好像我就提不起那个劲了。”我说：“因为你那个是激动，你不是真的把菩提心发出来了。”哦，所以不能用激动修行哦。啊，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，能够念本师恩，念父母恩，念师长恩，这个菩提心慢慢就出来好，所以这个不能换对象啊，老和尚这段话很重要，大家要多去体会了。啊，所以儒家强调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这个次第很重要。你家里没照顾好啊，然后去做慈善工作啊，人家世间人看了会起反感。你家里都不照顾，还是说出去做好事啊？这流弊就出来了。啊，那有人说了，那我照顾家是不是私心呢？道义的心不是私心，哦，而且你把家经营好，跟弘法利生是两件事吗？怎么会是两件事？你把家照顾好了，你把孩子培养好了，他以后出来能利益多少人？敦伦敬分跟利益众生是相容的，没有冲突的。所以印光祖师有讲哦，成家的人最大的功德就是把你的小孩教好。最大的过失是什么？没把孩子教好。他出去造的业哦，阎罗王那边还记我们一笔哦。这是谁家的孩子哦？这个都有因果的啊。哦，你包含你推荐一个人做干部，有没有因果？有啊，你推荐对了，他做出贡献，你有功德；你推荐错了，那你要负因果责任哦，所以这个。啊，我们是用理智啊来弘法利生啊，这个次第不能乱，要表好法，你才有本钱呢、啊，给人家说法。啊，你孩子教不好了，你一谈家庭教育，人家就反感了。你自己都教不好，还给我们讲，啊，所以我们闽南话说"爱有本钱"呀。啊，你要劝别人，要有劝别人的本钱。啊，请问大家劝别人要有什么本钱？你要做得比他好，你才能劝他。你做得比，没比他好，你一劝他，他就反感了。他心里会想，你50步还笑我100步。对呀，纵使我们做得不错啊，你劝人还要心平气和哦。你严于律己，要严于律人呢，有没有效果？也起不了效果嘞。好，所以你真正要利益一个人呢，你是用真心要利益人哦。
你首先会重视提升自己。我不提升自己，我帮不了人，人家也信任不了我。所以发了愿之后，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发完，接下来呢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我自己脾气还很大，你怎么去利益人？啊，要拿自己开刀了哦，要改自己的习气了，正己才能化人。好，那讲到布施啊，老和尚这里说了，今天讲的是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个叫布施。好，这个下莲居老居士说，以慈悲欢喜为布施。哎，我们时时都替人家想。慈悲心，这个就是布施了。啊，哎，所在之处啊，让人生欢喜心。啊，老和尚常说的"菩萨所在之处，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"哦，所以要敏锐，啊，不要叫防止众生起心动念，不要让人家生烦恼。出言要顺人心，不要，我这个人是有话直说的啊，哎，有话直说代表没有别人，所以老祖宗说讲话啊要含蓄，忌太近。话不要讲尽了，留一点余地。我以前记得以前还没学以前，要抓住机会，我今天非讲个我个痛快不可。这个就是在自己的角度了。要讲的过程还要看对方的表情接受度。对方不是很接受了，就别讲太多。适可而止了，啊，要委婉，啊，要含蓄，忌太近，要委婉，委曲婉转，忌太直，那个话不能太冲，有话直说就是太冲了，要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别人的接受度，啊，要仪式。忌太真，仪式就是，哎，你这样哦，可能会有状况哦，这叫仪式。我跟你讲了，你这样铁定完蛋了，这个就是太真了。哎，大家感受感受啊，同样在提醒对方啊，这两段话听起来一不一样？这就是人心的感受，不能不考虑。啊，有时候我们看着祖先留下来这些格言哦，很感动哎。我们从这些格言感觉不感觉得到我们的古人怎么跟人相处的？他的心很柔软呐，他才能体会到这些道理啊。哦，所以这圣贤书要常常打开来看呢。他们都很慈悲啊，我们一看他的教诲了，他就超越时空来加持我们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学老和尚的法身舍利哦，他老人家也在加持我们。这个这是讲布施啊，那断绝一切恶业。这个持戒就圆满了。你严禁三业为持戒，严是严格的严，严就是很慎重、很警觉。静呢是清静，
啊，严禁三业，让身口意啊，哎，越来越清净，哎，不要再染污了，要守好自己的身口意，这个是持戒了，今天假如我们心里面放着佛号，就不容易起身口意三业了。我们假如平常啊，都是胡思乱想，佛号提不起来啊。你遇到境界的时候，身口意三业容不容易起来？平常胡思乱想，里面就有身口意的业在其中了。你越熏它，它就越厉害。所以平常不要胡思乱想。甚至于接触的东西呀、啊，都要是好的。孟母三迁呐、啊，你要熏好的、清净的，不要熏染污的。大家孟母三迁的故事都听过哈、啊。哎，修行人听任何一个故事跟道理，一定要做一个动作，哪一个动作呢？拉回来自身。不然这个故事就白听了，这个道理就白听了。哦，这个一拉回来，哎，孟母在保护她的孩子呢。那我要不要先保护我自己呀？德尊普贤第二品里面讲的贤护等16正士，那贤护首先护谁呀、啊？我自己都护不好，我怎么护别人？那我不是干的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的事吗？啊，你不能听着故事哦，孟母，你没有拉回来啊，护自己，再来呢，护好自己的亲人呐、啊。那我们反省反省，最近护自己护的怎么样？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？啊，我们就不说别的了，手机有没有少滑一点？是吧？你去试试看，你今天手机滑得越多，心越烦。有没有哪一个人滑手机越滑越清净的呢？哇，那这个功夫太厉害了，这个就做到老和尚说的，看电视就是修行，会看的开悟了。但是这不是平常人的功夫啊。他这老和尚说怎么看电视的？哎，看啊，那个镜头一直变一直变，但是呢，他都看到那个不变的荧幕。我们看着看着就随着那个。那些情景就被拉走了，所以你要看到那个不变的，你看一个人，你不要看他的习气，他习气每天千变万化，看到他的佛性，看那个不变的，他任何调皮捣蛋，你都那假的。不去影响，他有佛性。哦，你假如有这个功夫哦，你的学生、你的孩子会被你感动。为什么？他做错事啊，你都不跟他对立、闹脾气，你还一直看他的好啊。他就说：“老师这么欣赏我，我不能对不起他的欣赏啊。”能做到这样，就能把人的善根调动起来。这个是礼敬诸佛的功夫了。好，那这个持戒呀，要做得好啊，还是要老实念佛啊。平常佛号在心中啊，这个身口意比较守得住。啊，包含做事的时候，也要有一种警觉性，
我要依照十善业道去做事情。啊，哎，我在想事了，不能贪嗔痴。啊，我谈话了，不能妄语两舌，其余恶口。哎，这个会养成习惯哦。你不断提醒自己，哎，慢慢就熟悉了。我们没有这个警觉性啊，一去做事就被自己本来的习惯拉走了。都要有一点勉强啊，时而勉强，啊，慢慢熟了，中则泰然，你就会做得越来越自然。啊，接下来呢，忍入，第三条啊，忍入是对峙呢，嗔恨嫉妒，啊，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中啊，决定没有嗔恚。决定没有嫉妒，啊，这个叫啊忍辱波罗蜜，这个嗔恨呢，比较细微的时候呢，啊，因为我们今天，啊，比方说你要治一个病，你一定是在他稍微有一点症状的时候就治嘛，啊。你总不能他很严重的才治吧？病入膏肓的才治，不可能嘛。好，那这个嗔恚呀，你不能是他发作的很厉害的，你才要去调他，就不好调了。我们稍微心里呀，哎，有一点不舒服了，有一点情绪波动了，这个都是嗔恚了。你感觉到它有点波动了，要怎么样？赶快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呦，要下去了，不能让它上来了。啊，你的自我感受一起来了，就要讲警觉到了。哎，人一自我感受了，这个情绪就跟着起伏。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哦，那这个忍辱啊，我们前面应该跟大家都有提过啊。我们复习一下啊，黄念老用六忍啊，第一个叫力忍，把脾气压下去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不究竟，因为你压久了会怎么样？爆发，要把情绪能化解掉，不能硬压。但是，一时间快控制不住了，压一下是对的。啊，再来说妄忍，不放在心上，啊，宰相肚里人撑船，啊。第三呢是烦忍，啊，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反省自己。第四是观忍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别当真，你就不会起情绪了。啊，我请教大家，您这几天呢，有没有因为上个礼拜看的电视剧，然后心情一直受影响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那个是电视剧呀，哎，哦，怎么还有音乐配合？这个都看一看，过去就过去了啊，哎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你知道它是戏，你知道它是假的，你没有放心上。说实在的，现在也是戏嘞，现在也是梦嘞。你有没有做了一个梦之后痛苦3个月的？因为你知道它是假的。现在也是啊，我们做梦叫梦中梦，现在梦中梦醒了，现在还在梦中啊。哇，那你真的了解到《金刚经》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
很短暂的，应作如是观，这就观人。啊，再来是习人。啊，你本来要生气了，啊，突然想，哎呀，他提醒我，我还有这个小脾气，他提醒了我了，他是来成就我的，你就不会生人家的气了，啊，你会欢喜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都是来提醒我的问题的，哎，这是习人，啊，最后那个是持人。好，就刚刚跟大家举的那个例子，你看那个媳妇都是想着婆婆，她慈悲想着婆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说的吃亏是福啊，那被人家这个错怪了，你能包容下来，哦，那这个婆婆错怪你了，啊，比方说你把我那个衣服拿去哪里了？可是过两三天以后，他自己找到了，哦，然后他一想，哎呦，我错怪这个媳妇，他还给我下跪道歉呢，哦，这样的媳妇去哪里找？哦，那媳妇就变女儿了，哦，婆婆就变妈妈了，这叫转境界呀，哦，学佛要会转哦，从自己的心上转的。这个是忍辱，第四呢，精进度懈怠。啊，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自己修学，就是自己过日子，服务大众，帮助别人，其实就是自利利他，决定不懈怠，决定不懒散。这就是精进的意思。哎，我们听了老和尚这一段话了啊，我们首先自己修学有没有懈怠？啊，请问大家，现在我们一天念多少句佛号？大家手上有没有佛珠念佛器？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今天应该要带念佛器来跟大家结缘啊！你说不用了，我家好几台了。你们家好几台了，你还不拿？代表你很有福报，让人没卖，人家送你那么多了，你要珍惜福报。告诉大家，你假如佛念的不多啊，代表你妄念太多。请问一个人妄念太多的时候，他能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很圆满吗？他去做事业的时候能处理好吗？所以什么最重要？念佛最重要啊，心最重要。因为是你的心去处理所有的事啊，你这个心地功夫不练好，你再努力呀，最后你都觉得，哎呀，又怎么又搞成这样了？你自己也很无奈呀。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，要把念佛摆第一，我 number one 啊。哎。大善知识这些法语啊，很有道理呀、啊。所以我自己再怎么忙哦，我不敢不念佛。哎，因为你一不念佛，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，我就开始起妄念造轮回业了。哦，我今年期许自己要自知去习。去掉这些习性，还要有自知之明。我现在自知之明，我不念佛就打妄想了，所以我的佛号要越念越多。啊，所以夏老说：“若要佛不离口，先须诸不离手。
因为你拿着佛珠，他会提醒你念。哦，当然哦，也要认真念哦，不要念到最后哦，一直转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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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样有害哦。为什么？你念到都不专心了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了。啊，你不要加入群组啊，跟人家念佛，哎呦，在那里拼一万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没有意思。哎，念佛是为了修心哈，不是跟人家比多少啊！不要换对象啊！那个好胜心，哦，我今天不跟你比鬼，没事，这不行哦。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根本，心是根本。好，这个是你自己修学不能懈怠啊，你自己要。检查自己的状况，自我勘验。还有哦，老和尚这里说了，服务大众，帮助别人，决定不懈怠。请问我们现在帮助亲朋好友有没有？没有懈怠。啊、哦，你很为他想，他不是很领情，你就心情不好。狗咬吕洞宾。不是好人心，算了，拉倒。哎，你没有精进哦，啊，你利益众生呢、啊，很容易就懈怠了。哎，他不能接受，是不是我的方式方法可以调整一点，可以更善巧方便？哎，这个都是精进哦。再来这个禅定。是对善乱啊！我们世间人常讲精神集中、意志集中，这就是禅定的意思。一个人不能专注啊，要把事处理好不大可能。哦，所以从小就要让孩子练定力、练专注。为什么读经？那个就是练定。他读经了，他不常去打妄想了，啊，所以禅定不是叫你天天面壁打坐，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，心有主宰，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，这叫禅定。哎，这个道理。我们要去体会哦，不要被境界干扰了。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不取一相是禅。啊，这个念经文呢，大家听起来会比较有没有人一听到文言文，心里就会恐惧的？啊，这个不取一相就是。不要着相，我们脑子里想过去就是着过去的相。哦，哎，你想未来就是着未来的相啊。你看到一个人，你情绪上来，你就是着他的相，这都是着相哦。啊，你一办事情啊，整个人就陷到事里面去了，那也是着相哦。哦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。不取一相是禅，禅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，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。定呢，是心有主宰，不为所动，内不动，外不受干扰。这叫禅定，哎，这个道理我们懂了哈、哦。希不希望有定力？怎么练？哎，顺境阿弥陀佛，逆境阿弥陀佛，平等了、啊。这样你顺境不会贪爱，逆境不会嗔恚。
所以这个佛号好不好用？好用啊！你道理明白之后，怎么用功？还是要老实念佛。哦，当然听法也是很重要。你看老和尚告诉我们：处逆境，随恶缘，无嗔恚。就是你面对逆境恶缘，你不动心，你不生气，业障尽消。那当然你能不动气呀、啊，应该也是你有念阿弥陀佛啊，扶住了不会动气。随顺境处善缘，无贪痴。顺境善缘，贪念不要起来。哎，一有一点风吹草动，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把这个贪念扶下去。其实我们会产生烦恼啊，都跟贪求有关。诸苦皆从贪欲起啊，所以大家要关照自己的心念，关照的越来越细啊。你只要觉得心情有不好，赶快往内观，我一定产生了一个要求的心，贪求的心。大家可以关照关照。假如你说我这个烦恼跟要求贪求没关系，你一定要来告诉我，因为我就讲错了。哇，那我要堕500世也护身啊！你们一定要帮助我啊！刚刚讲了啊，要尽心尽力帮助人啊！哎，大家真的有关照到，我这个烦恼跟贪求要求没关的，那假如所有的烦恼都跟求有关，哇，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过没烦恼的日子了，有没有道理？你把贪放下了，你把要求放下了，你就没有烦恼了。人生解知足，烦恼一时除。古人这些话很有味道哦。好，那请问大家，什么时候是练禅定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是练精神集中、意志集中？什么时候练呢？禅定什么时候练？随时随地。听人家讲话，要不要精神集中、意志集中？那也是对人的尊重。可是我们忽略这些地方哦，你的定功就练不起来了，常常打断。哦，哎，今天这个人跟我关系好，就专心听；啊，下一个同事起来跟我关系不怎么好，懒得理他，你功夫就断了。再来哦。禅定啊，走路的时候要不要练禅定？你一着急了，走得很快，你的心就慌了。哦，所以一举手一抖足都是练禅定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一切言动都要安详。啊，心都是定的，不能慌张。大家有没有遇过讲话很快的人？请问他的心定不定？啊，他讲得很快，还要补一句：“我讲话就是这么快。”我遇到讲话快的人，我都要先念阿弥陀佛啊，因为我怕他的快了，把我都搞得我也很紧张了啊。这。凡道字重且疏，讲话啊要缓和，不要急躁啊，走路不从容，都是禅定啊。为什么我们以前的古代呢，都能教出小大人呢？他从小能受这些教育啊，他很稳重，他不浮躁。
18岁就可以当县长。啊，请问现在18岁可以当什么？人是教出来的，很重要啊。首先，我们要会教自己啊，我们会教自己，我们这一生会去做佛哦，很重要哦。我们会教别人哦，我们可以带很多的人一起往生做佛哦。我看你们的眼神好像不大愿意呢，啊，哎，我们修念佛法门，首先心同阿弥陀佛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心心相印哦，这样无量寿经就会入我们的心了。我们跟老和尚心心相印了，老和尚的法语才怎么样，流入我们的心哦。假如我们跟老和尚不同心，啊，边听边，哎呀，那我不可能啊，那老和尚才做得到啦。哦，还有的人一听，弘法利生，都是老和尚，跟我没关系。哦，我现在最怕听到一句话，法师，你责任重大哦。哦，弄上我了。大家注意一件事哦，往生上品、中品、下品都有同样8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请问这个同修说，法师，你责任重大哦，跟我没关系哦。你看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？哎，佛不渡无缘之人呢。这个人跟佛的缘不具足，佛也渡不了他呢。所以诸位同修，你这一生有很多亲戚朋友等你渡呢，别人不一定渡得了他哦。哦，我遇到一个同修跟我说，我们家5口人，谁都不服谁。哦，这是你自家发鬼啊！5个人，父母加3个孩子，孩子都大了，谁都不服谁呀、啊？其实啊，我要帮他们家呢，能不能帮？得要其中有一个人配合才能帮啊。我就跟这个同修说啊，你要好好修啊，哦，你转变了，你家里其他的人对你刮目相看，啊，你现在不要拉他们来见我哦，要他们自己来找我，哦，他说我妈妈60多岁了，居然最近去接近一个承德法师啊，变了一个人。哦，你不用拉他来，他自己来找我了。所以缘分都是要配合的，甚至于有一些就是你的缘，你要去护念呐、啊。你看陈东老母的故事，大家听过没有？陈东老母是佛陀的邻居呀、啊。这些学生都说：“佛陀啊，你那么慈悲啊，怎么不度度这个邻居呀、啊？”佛知道他跟他缘不具足，可是这个学生又提出这个疑惑了。哦，那佛也是恒顺哦，哦，佛啊，从这边走来呢，他头就转那边去了。哦，啊，往西，佛从西边来，他就往东边走了。最后佛没办法了，现神通啊，现在他的四面八方。他蹲下来哭啊，不看了、啊，缘不具足。哦，后来佛派了罗侯罗去了，啊、哦，他一看到罗侯罗就很高兴了，啊、哦，跟他一聊很高兴了，他就正果了。啊，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哎，大家都有责任啊、哦。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啊、哦！不要都是谁哈、哦？
你看，这个就是菩提心没有发哦。你有发菩提心，你就知道很多人跟你的缘很深哦。你只要好好修哦，他们对佛法会有好感哦。好，我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啊，香港河东爵士的夫人，哦。这个何士礼将军的妈妈啊，他们家全家都是基督教哦，哎，宗教自由哦，啊，结果他母亲一个人念佛，哎，有一天他跟子孙说了，啊，我们啊母子一场，亲人一场啊，我明天要去极乐世界了，啊，虽然我们平常宗教自由哈。哎，那你们可不可以送送我啊？哎，这个很合情理呀、啊！哎，子孙都很欢喜，都来了，围在周围，念了不到15分钟，1刻钟，自在往生极乐世界。后来他们家全家都改念佛了，哎，连记者都来访问哦。你看，影响不止他们家，影响很多人哦。这个故事大家听过没有？有，你听完之后起了什么念头？有没有发一个愿？你没有发愿，这个故事就白听了，是吧？发什么愿？要开一个往生大会，大家要不要开往生大会？要不要开？你现在不开。你就是没有发菩提心，是吧？哎，你要检查自己的心呐、啊，自己的状态呀、啊。那你要发往生，你要开往生大会哦。我相信你现在不会滑手机了啦，不然你就落亏了，你开不了往生大会了。所以人要发愿呐、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了。哎，我们就是啊，反正少我一个，多我一个，少我一个都没啥关系。哎，我们要配合佛菩萨，配合老和尚度众生呐、啊，啊，要有责任感。好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大年初三，啊，我们发一个愿啊。这一年，今年要飞龙在天啊！啊，要提升起来了哦。哎，不能白白就让这一年过去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发一个愿，开往生大会啊！现在要赶快用功了啊！人有愿，就跟佛菩萨感应道交，那个加持力马上就来。感应不思议哦，好啊，今天超过时间太多啊，跟大家道歉一下啊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洗讲完毕，感恩法师慈悲为我们授课，我们向法师行三问训礼。一问讯，阿弥陀佛，谢谢法师。回向文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拜。起。再拜。起。三拜。
起。问讯，感恩法师慈悲授课，今天学习分享结束，新年祝福法师法体安康，法缘殊胜，六时吉祥，祝福大家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，众善奉行，年年如意，下回再见，让我们一起恭送法师，阿弥陀佛。法师请留步，接受大众供养。